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五场八人军团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五场的话，有麻婆天使、洛青和八卦连环掌、艾斯宝宝和 Animus 提供的素材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么第一局的话，先看一个配合局啊，先看一个配合局。那么主攻选了一个非主，不叫非主流啊，这个应该来说主流中已经危不太，险之道，缥缈莫测。不咋地的一个主攻嘛，那么我们这里起手忙出了一个左思跟刘峰，然后新学啊给了香香，那么香香跟主是有配合存在的，是有配合的，除了回合内燕珠可以扒香香的装备给他买消机，那么回合结束的时候有个新学啊可以保他啊消机永流传啊，装备保证不掉啊，保证此货。忠志，此货忠志，这里应该是忠诚啊，这应该是反贼。此等小利，焉能安无雄心？好，这里跳反啊，这里跳反。那么这个跳反的话，先知道大横针啊，哈，大横针还是可以的。那么二方挂上锦衣，这藤甲的话也没有去贴啊，也没有去贴，应该是反啊。他藤甲如果是忠的话，可以贴给刘峰啊。那么李典啊，李典啊，李典其实是我们啊，我们当时在群内局，那么这局李典的话在那边砍一下二张啊，起手没有续报，直接开南门的设宴安其心怀策，那么借刀杀人得一下左慈明反的明文教行仁政之道，行仁政之道，哼，看我的厉害，看我的厉害。那他这里的话应该来说啊，消机永流传啊，一张装备啊永远玩到底，哼，再来是吧，锁锁连环那边铁锁四年啊，那么身体要紧，反贼啊或者忠诚啊，应该来说一般来说肯定是忠诚，可以利用流荒这个位置、啊、去打一个突破，新的魂魄，感觉到了新的魂魄。那这里啊，他这个反贼开南蛮啊，这个南蛮的效率应该是要坑反了，要坑反了。那么如果说我们李典啊刚才开南蛮啊一个都没炸到，踏顿这个南蛮应该是百发百中啊，百发百中，攻取三郡手到擒来。那么踏顿的话有点啊要获得很多的乱战啊，乱战一定要靠 AOE 发挥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作为反贼的话这样不太好。那么这个南蛮一看，你看啊，反贼整体没有手牌，最后的话还各自掉一血，这个状况之下的话，反贼啊很难打了，反贼很难打了。缥缈莫测，缥缈莫测，过河拆桥，以暴滚，过河拆桥啊，这里严以律己，宽带将兵，过河拆桥，这里的话想拆木马，那么当时是好卡，哈哈，好卡。但这里呢要注意啊，这里实际情况的话，这里不应该去九雷杀这个铁锁的，肯定不应该九雷杀这个铁锁啊！你这九雷杀铁锁，反贼都残了。然后刘峰这里的话，而且只掉一血，所以这个九杀绝对是差评啊，绝对是差评。学后积而薄发，哼，看我的厉害！那么当时啊，李典的话这里是内奸啊，就挑明了啊内奸。那么香香啊，大家注意一下，经过了一轮，香香此时此刻啊有了爆发哈、啊，有了爆发。那这个爆发的话，这个爆发看他怎么打了。刚才粘弩已经被换掉了，已经被换掉了。火攻，神光不灭，我缥缈莫测啊，我也好。没有爆发起来啊，但是整体火攻的话是把反贼血线挡下去了啊，挡下去了。那么那边锁锁连环，注意啊，现在这个局面其实内奸啊，我们内奸控场无力啊，控场无力。这个局面内奸你说要控忠诚已经很难了啊，反贼全都残血，想救是救不回来了，分分钟可以倒掉。那么后面的话香香你是控不动，刘峰又太远啊，刘峰又太远，其他反贼的话踏顿是牺牲队友，所以这局啊基本可以结束了。左慈自杀带刘峰一起吃我一击，直言归剑劝主移行，再杀一刀啊，太慢之处海网包含啊，海网包含。那这里的话李典修外场
没有用啊，没什么用、啊。那我们扒一下二张，这样的话，相信啊，到时候可以去砍一砍二张啊，直接带人头了。西战士，名文教，没有狙啊，没有消击啊，不是、啊、没有装备啊，只能抢给香香，他自己去刷、啊，自己去刷。那这样装备加一，继续到手。等下踏顿这个啊，拆了一张，没有什么卵用啊，九杀一个，直接带走，两个桃救齐。不太能救起了，救不起了。看我的厉害！那么香香还有万镜，这挨个倒了，这挨个倒了。我等终究老矣，身体要紧，还有个南蛮。那这样的话是挨个都倒了，挨个都倒了。丞相之欲，此生无憾也。这一局反贼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啊，应该来说是踏顿的那个南蛮啊，强放啊，本来应该来说大家都比较健康的三血，他一放啊，挨个的变成两血，关键是大家都没手牌啊，大家都没手牌。那么我们内奸控的这一局控的问题非常大哈、啊，非常大，不应该这么控啊。南蛮的话，应该当时可能要续一步啊，续一步，当然打得比较任性嘛，正好网速也不太行啊，反正各种原因。技术也有好，第二局我们来看一看这一局。第二局的话，仙道玄妙，俗人贫道微妙者其法，想的有点不好啊。第二局，左慈起手挂威哥，贴主张飞啊，奈何不了他，奈何不了他啊！这个大威哥各种，反正不是你气就是我。我摸是吧？车厢哦哟，大师这个神翻啊，神翻啊！覆车厢翼，称王指南啊！死而复生，生生死死。那么注意啊，这局啊，开局主公被打了一波、啊、强逆风啊，强逆风，风很大，很难打。那么还好，树霸这个强中在这边。天下也是我的，九杀。岂能一天？现在就是堡主啊，现在就是堡主。结果呢，树霸这里啊，直接逃跑啊，直接逃跑。那你这个没有办法了。那么现在这个局面，逃跑，好评，利用大铁锁，一锁九火烧，八血带走啊，八血带走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强控住反贼的血线。就张辽还在那边控场，没想到吧，没想到吧。当然，树霸有可能，很有可能是内奸啊。好，带走大师 ，nice 啊 ，nice。在决斗收掉黄盖，漂亮啊，漂亮。有夫恭敬重托，逃跑有逃跑的好处啊，不会跟离线一样出闪。但是现在啊，注意啊。主公依然很危险，一血一排，希望张辽手里有桃啊，希望张辽有桃。何柴桥无懈可击，哎呀，桃子没了，哎呀，俩桃啊，俩桃，没有方片。那么神年银没有牌是万万不能的。那么这里树霸又一波弃牌啊，还好还好没有太严重的啊，还没有太严重的牌。若流风之回血，我们这边啊是换成了玉女哈、啊，玉女皮肤啊，真气。仙道玄妙，俗人一敌，可怜几百。贫道微妙者，乘以其可以转危为而复生，王生生一死。这里没了啊！我去，张辽这桃子真多啊，真多！再杀一刀，还有九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好评啊，好评！为是我的，天下也是我的，还好没有闪什么的。那么这里顺手拽羊啊，一刀。两刀带走了，两刀带走。真是皇上，是皇上。当然啊，这里最后你这个其实啊，没必要九杀，没必要九杀，你浪费一个九干嘛呢？他们这个时候保二张都困难啊，他不可能说还跑去保树霸的，树霸逃跑了肯定不会出刀救。无憾。那最后的话，活捉张飞啊，就看他能不能逆袭。结果主公裤裆掏人德，那最后啊，他直接投降了，直接投降了。这一局应该来说啊，整体还是比较刺激的呀。微妙者，一个铁锁大连环啊，控住这三个反贼啊，逃跑有利用了逃跑。
当然我们九杀了那个就不改了，应该留一个九。当然我们有可能是考虑那个怕，哦也不对啊，嗯，他也撸不到哈，也撸不到。就这样吧，我们再来看第三局。第三局的话，第三局我们是一个反贼啊，主攻曹昂。那么曹昂的话，这样我们可以远位嫖他，或者远位嫖他忠臣。那么主攻曹昂就看忠臣的位置了，他忠臣要是在旁边的话，那应该是绝佳的位置啊。过河拆桥，我们先跳一个大反啊，然后的话，这个不好不好密召的。那么那边逼出了一中，乃真正法器哈。哦，这里两年中啊，两年中，这加一不装，这加一不装是怕张格是反贼，长山赵子龙也。那么符丸某种程度上还是挺克赵云的，哎，你讲了，拿了一把盾啊，可以有啊，可以有。哦，反贼啊，那么这里我们被夹在祖宗堆里面了啊，这个有点担心。善恶有报，天道天道轮回。曹昂杀一刀张合啊，还好有闪啊，不然这个寒冰下一回合张合慢慢挪刀呗。但是这里的这个哦，这个五谷稍微有点那啥吧，嗯，本来哑巴应该来说可以爆局的，当然他没有这个五谷，我们还有密诏可以爆局化。奉诏入宫，助朕铲除佞臣。助朕铲除佞臣。结果呢，农民这边啊，闪也没有。这个当然刚才哑巴是杀过的，杀过的，所以这明的没闪。决斗哦。赵元啊，他这里明的没闪啊，有闪的话肯定要偷符丸的。睡无常行，挪菊花或者寒冰吧。这个时候，那他有闪可能就不需啊。国拆桥啊，那那边直接拆掉也可以。那么这局应该来说啊，我们这边有皇家离局，张合那边呢有这个偷牌控场。那么皇家离局呢配合符丸肯定是可以各种爆局的啊，可以爆局的。而且除了皇家离局那边啊，还有皇家爆局啊，皇家爆局。不过说实话啊，当时我们这个刘协确实跟符丸是有一腿的，是吧，确实跟他有一腿的，所以这个跟他皇家离局应该是非常好的一个配合。汉地河下土，哎呀，农民这个各种红桃啊，没有办法护不住。朕乃天子，朕乃天命之子，设计之福。那么这里结果还送哑巴觉醒啊，那么但是他觉醒后面三年动啊，他的机会不是太大。同归于尽嘛，哑巴还不拆古定刀啊，还不拆菊花刀，这是等着爆局啊，等着爆局。又是红桃，红桃盾哈，手好黑。那边借刀掳人，然后减一，再杀一刀呗。那么后面的话，哑巴，我们如果控的好的话，甚至可以直接把哑巴给爆局了啊。锄禾日当午，哎，白银啊，回血，不好意思，我哪回血你呢？我和过河拆桥，哎呦，终于拆菊花了。天子啊，拆掉就拆掉，不虚啊。不需要，那这样的话我们直接一刀要带走哑巴了，再来杀我并没有啊，并没有，那我们直接杀一刀带走哑巴了，后面的话就可以哦，不死如等奉诏入宫，不死我们就直接拼别人啊，拼别人。当然这里应该来说你拼曹昂好一点，这个曹昂钟会他可以故意去掉血的求觉醒。那么现在整体啊，这个应该来说是一个顺风局了，顺风局了，各种控手牌控装备对方怎么打，而且啊，除了这个控牌控的很厉害，这里有配合啊，虽然农民一直红桃盾啊，也是红桃盾直取鼠快，而且他们手里应该留着桃子给我们续一秒，刚才我们给农民那么多桃是不是，还有酒都不要桃子救了，如戒之锋芒全且忍让。那主公已经这个吃个喝喝了，那就不用管了，你乐不素素你乐唱歌有什么用呢，如何
日当午啊。汝等奉旨。那么这里的话就专门啊，给农民去来吧。来的话，他这个反正四个屯年了啊，都没用了，都没有用了。父亲快走，有我殿后。有我殿后。不过这里倒是可以刻一刻操啊，杀一刀你慷慨除。要是不是谁，那牌就是我的。定得天剑照，如今是朕。两张牌了啊，两张牌。我有那边手杀，可以啊，可以。农民这一波都可以带了，除非没有多少那个，没有多少输出。我们刚才有给的明的决斗，明的决斗。这一局主要是看前期的一个控制。助朕铲除逆臣。这是一个大顺风局啊，大顺风局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四局。第四局主攻曹丕，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忠臣树霸啊，树霸。那么这一局的话，主攻弃杀，越境的话乐不思蜀，开桃园。这应该是忠臣啊，这里不得撤退。但是你这个小鬼啊，他这个小鬼你砸在周盖身上，这等于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呀、啊，有去无回啊。那我们这里看南蛮。主公太怂了，都不敢卖啊，都不敢卖。岂能逆天而为？岂能逆天而为？那我们这里呢，直接啊，先续了一个年弩。那么偷啥都没偷到，弩啊，逃啊！立下首功，万箭弃了，顺我们，这肯定是明反的。那么这些都赏给妾身，好不好嘛？哦，这是反贼啊。那么 fuck gay 的话，他这样想控那个，哎，不对啊。不对不对啊，他这个应该来说啊，那他忠臣还是反贼啊，接多少人，反正那一刀啊，黄盖的话看情况，这肯定是叫明反啊，这两个人不明啊，不明。诸葛瑾刚才给黄盖打无戏，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吧。偷的下家不一定是反动察，是兵之困难，皇位是他有可能是忠，反的话不应该偷下家，不应该偷下家啊。那我们不管啊，焉知非福。那我们上一把续的年弩，这一把就撸起来啊，就撸起来，不相负，管杀还管埋。那我们这里的话直接带黄盖了，直接带黄盖。那么借刀杀人，当然这一刀啊，可能黄盖就要被带走了，结果是反啊，结果是反。但是啊，我觉得啊，我始终还是觉得貂蝉，不过貂蝉确实将面是偏重的啊，将面是偏重的。如果通过这个判断黄盖的话，刚才的话可能先借刀杀人更好一点啊，但是借刀杀人的话他王毅啊说不定就那个了，为血前耻就真裂了啊。那么这局应该来说到了这个程度啊，基本将面是打下来啊，将面是打下来。那么后面还有个貂蝉，貂蝉的话整体我们这边啊，最后弃完牌之后也没什么，也不输啊，就是天下也是我的，解锁可以有啊，然后杀一刀王毅，这肯定是真裂了，一当分神也啊，我的不要责怪你，不要责怪你爹爹。貂蝉来偷吧，两张蝉，这些都赏给妾身好不好嘛？还拿一个菊花刀过来啊，菊花刀过来。那么这一局到了这个阶段啊，整体大局已定啊，周泰是废人一个。那这里你干嘛不杀貂蝉呢？为什么要杀周泰啊？天下也是我的。火攻，哎，再嫖一个啊！那么再留一杀，下一把搞貂蝉啊，搞貂蝉，不惜取命。那边也杀周泰，你是忠臣哎，你肯定去杀那啊，周泰打个软啊！皇位是我的，天下也是我的。再来一刀，结束啊！最后这里，结果啊，这个不屈也是个假不屈啊，也是个假不屈。得天机者得天下，天机不可泄啊，所以你才败啊。好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的话，我们是这一局啊，看一看吧，看一看，毕竟是个内奸局啊，有怨气成分啊，场上还有一些老是感觉这些人的网络老是不好啊，老是不好，我们看一看。想想吴中那边的话，又是一个大反贼直接跳出来杀一刀下家啊，宁统旋风跟主公有配合啊，决斗，哎，忠臣。
贝贝有可能偏中王啊。那么结果呢，董胖这边往下加鲁，这肯定是忠诚啊。那你这个鲁，这一局啊，我们还是分析一下，大家该散还是散啊。这一局你看董胖啊，你作为忠臣，左慈你不空，空周泰啊，上一局也是啊，上一局也是，你们作为忠臣啊，这肯定是先空好马的呀。嗯，反贼啊，你的牌太多，你的牌太多了啊。那边的话也去拆董胖啊，董胖的牌有啥好拆的？这里拆董胖不如拆宁统啊，当然他可能怕九杀，但是你怕九杀，反正不管怎么讲嘛，不是太那个了。事需缓图，欲速不达也。其实董胖这个选将也有问题啊，无意不在此地，选将有问题，这个位置太近了，位置太近了。声东击西，敌寇箭上长。我一开始觉得啊，董胖还可能偏反啊。那我们这里就杀一刀配备啊，然后的话唯贤唯德，能服于人，闪赶紧塞给左慈啊，赶紧塞给左慈九杀。池桃那边宁统的话，哦，有刀砍一砍啊，左慈手里估计有闪防董胖九杀的啊。结果我是不是该减肥了？不过董胖这里啊，反过来这个崩坏啊倒是可以跟相像啊，始终有人睡啊，始终有人睡。左慈放了享乐，那边决斗想直接骚主啊，以德贤为德，能服于人。周泰的话啊，这里都看南蛮，这个南蛮可以啊，现在他们可以突主啊，可以突主。主公刚才吃桃了啊，手里可能还有桃啊，可能还有桃。吴中生有不在此地，这里怎么讲呢？这里我觉得啊，这里应该来说你可以配合宁统那个刀玩一玩啊，可以配合宁统的刀玩一玩。无意不在此地，那么决斗来，再来杀一刀，菊花抱起来啊，菊花抱起来，这里可以啊，但是宁统离开了啊，宁统离开了，还好。我们这里的话直接收到人头啊，那么再锁锁连环跳内奸。这个时候啊，你跳内奸问题倒不是特别大啊。那么最后，那边宁统离开，当然他三张牌的话，可能也不会太动，应该来说有可能会去杀左慈一刀。离开回来又离开啊，又离开，可能领导来了啊，领导来了，放权没有？这是牺牲自己带主公一血啊。但是你要想，哎，教授那边没有距离啊，没有距离啊，方天吗？飞身太虚，杀，这个不对的啊！哦，是那个，哦，他都杀了，都杀了，香香掉了一血啊，可以啊，可以。过拆桥，我们打一个无懈，还好啊，他没有距离。那么锁锁年华，这里肯定要一控二，肯定要一控二。无意不在此地，以遣别部出发。声东击西，敌寇一往成擒，一往成擒。箭上长水城，以逼下口。那我们现在整体啊，应该来说啊，内奸状态非常好啊，只要控住啊，控住这一局的话，希望非常大啊。风行雷厉，无孔不入，无孔不入啊，无孔不入。那么这里的话，锁锁连环啊，打无懈。继续呗，继续啊！那这个局面你看啊，娘反一中锁起来，那么这里我们要是来个九杀什么的，哎，过河拆桥顺路赞扬啊！不在此地，哦，拆桃漂亮啊！声东击西，敌寇控住啊！再来，青龙啊，青龙！以遣别部出发。锁锁的话，这个锁锁，哎，当步步为营。这个锁锁呢，应该来说你可以锁上董胖，或者。刚才是重铸的吧，刚才是重铸了啊，那就这样啊，就这样。命系元氏，一心向北。刚才那个锁不是啊，看错了啊，看错了。好吧，不管了啊，那么现在的话这个局面好久啊，那么董胖这里啊，这个忠臣打得不对的，你既然想调反贼，那你直接杀宁统啊，要狠那你就狠到底，是不是就直接把宁统杀了。这边的话教授掉一血，周泰可能两个不屈吧，是吧，这么打的呵呵啊，呵呵。
好，那么香香弃牌啊，香香这里是被乐中啊，被乐中，林统又离开了啊，是不是又离开 了，我是不是该减肥了？那我们这里拿了一杀啊，拿了一杀，那边借刀杀人，顺手乱扬，那么他去看，勇至极，命循循而进啊，循循而进，那我们继续看林统没？香香那边啊，可以跟董胖睡啊，不用管他啊。风残而力尽，身体要紧啊。董胖的话，再去帮我们打打周泰啊，多攒几个不屈啊，是不是？这个还是比较好的局面啊。我们就坐山观虎斗啊，坐山观虎斗，禁区就这样了啊。战如雄虎，这不屈啊，这不屈带水了。哦，又是方天吗？并没有，有闪啊，应该锁锁连环，再杀一刀没有用啊。我们现在的话，声东击西，敌寇一往成擒，敌寇一往成擒啊！看我的厉害！这一局呢，你看啊，现在啊，其实才赛程过半，这一局主要能打这么久，在于有周泰教授这种啊难啃的，对于内奸而言啊难啃的角色，那么。主张方面也难啃啊，董哲每回合崩坏，香香每回合固定税啊，所以就很简单啊，很简单。那么教授还离开了，那我们就持续啊控董胖啊，控董胖。现在啊，他们别人啊腾不出手来打我们的。周泰杀主，这个杀主的话，当然董胖啊，董胖他不应该崩坏啊，不应该掉上线啊，应该掉上线。身体要紧，是吧？你怎么可能掉上线呢？不惜取命，我是不是该减肥了？无意不在此地。声东击西，这个万箭可以啊，万箭可以。成其命，无意一心向北，再杀董胖，再杀董川巨良，成其之业。那这里有一个点要注意啊，香香啊，香香的话，你到了可能收完董卓之后啊，可能要扒一扒他的装备，你的旗帜啊，旗帜的话虽然，但是怎么讲呢？要考虑后期啊，防止他装备马的太，但是现在他这个防御能力倒不是特别强啊。声东击西，无意不在此地，成擒，以遣别部出发，见上长水城，以逼下口。哼，我也好。这个董胖啊，一直血线被崩的啊，太阳向北，矢志于北，矢志于北。这个教授啊，血线掉的我们是很开心的啊，我们是很开心。因为锁锁连环一刀应该有九万啊，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再来一刀，有可能啊带走董胖、啊。无意不在此地，好漂亮、啊。以前别宫中击西，拆桥拆手牌，无意不在此地。这里选择了收教授啊，收教授。声东击西，也可以。那么最后无中生有，扒了主公的桃子啊，再来火攻。好漂亮、啊，这样的话又带走人头。这还救了起来啊，这还救了起来。那我们这里直接把他刀碰掉啊。当不不真，身体要紧。那么香香这里过河拆桥啊，无中生有。哦，好，这下应该来说啊，主公直接都要带走了，主公直接带走，杀一刀，敌寇一往成擒，全都。最后啊，王姬的爆发能力你不可否认啊，就是很强。无意不在此地，以遣别部出发。这一局呢，主要说那个，主要是这个离线啊、离开啊，这都不太好，是吧？所以的话就放在了最后一局。整体我们这个艾斯宝宝打的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王姬打成这样，一般来说状态好。这一局主要是，反贼我们骑手装备马了起来，然后反贼那边的话一直被放风筝，他们首先啊要打忠臣，其次他才考虑打我们，然后打我们打忠臣都费力哈，怎么可能腾出手来打我们？所以这局啊我们内奸天时地利人和非常好，而且是个八位内奸啊，正常赢的概率都比较大一点啊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五场八人军争就到这里啊，最后谢谢大家。